24日受资深唱将齐豫邀请，与赵咏华一起在台北举办慈善音乐会。吴青峰以轻柔的嗓音让现场歌迷们听得如痴如醉，但齐豫却爆料青峰可是保病上阵。来，告诉你，偷偷的告诉你，青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要点滴了，他抱病上场，我们再给青峰真的是太让人心疼啦。而齐豫也准备了多首经典歌曲，只能说今天晚上真的超值啊。报道。